这段影片要介绍的是如何把 APP 放进去书报摊里。首先，先把书报摊放在第二页，然后将想放进去书报摊的 APP 放在第三页。移动的方法就是按下 Home 键，迅速按住想移动的软体，然后放开，然后再迅速滑到第二页。口诀就是按点放滑，我们现在简单示范一次。按点放滑，然后进入编辑模式后，开启书报摊，然后按一下 Home 键，软体就进来了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次，重新示范一次。按点放滑，按下 Home 键，按点放滑，按下 Home 键，然后软体在书报摊里一样能够移动位置，或者是开启，都可以。